来，继续。哎，主公，啊，大当家，明日我们还有要事要办，喝醉了不好吧？我没事儿，你就别操心我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大当家，来。我还能喝，还能喝不过一个女人。给我满上。杨大人，你就不用去了，县衙还需要人来看管。大人，您都去了，我哪有不去的道理啊？我们实力悬殊，太危险了。如果我回不来，县衙还需要你来接管。可是我……行了，听我的。我们这一战，实力碾压，是正义之战，也是个人救赎之战。为了你们的家人，为了你们的明天，我们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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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小姐，我想向您打听点关于知府大人的事。你们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？这一次，你说，为正义而战。十年前。知府大人在何处任职？可有去过沧海县？十年前，十年前，我爹还不是知府，战无不克，而且他也没有出过远门。我那时候天天跟在他后面呢。出发！江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难道真的是误会了吗？老爷，衙门的人出发了。一帮乌合之众，也就只敢欺负清风寨那帮老弱病残。不过他们今天去，怕是要倒霉喽。徐老爷，哟，艾大人，谁要倒霉了呀？艾大人，请。勘察，我是说，那个冒牌县令要倒霉了。啊？为何？来，请喝茶。今日恶狗岭跟清风寨约战，他们去，一定会碰上。到时候两败俱伤，我们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呀？艾大人，你觉得呢？徐兄，今日过后，咱可就是高崖县最大的山寨。嗨，小小高崖县又如何？要做就做天底下最大的。不过听说高崖县最近在剿匪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好。嗨，高崖县才几个人，要来的话，老子顺手把他们也灭了。寨主说的是，老子之所以不去惹他们，是因为老子不稀罕做什么狗屁高崖县令，那玩意儿有啥好做的？清风寨山贼打劫未归，大家注意隐蔽，看我手势，听我指挥，等他们归巢庆功之时，我们一举把他们拿下，一个都不留。是。刘妹妹，今天
是协议到期之日，你不会忘了吧？那个人就是冯雷，你们二人一会儿首先将其斩杀。嗯，刘贝贝，男子气概。哼，那是。刘贝贝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快点滚出来给老子开门！妈了个巴子，鬼儿子！给我踹门！赶紧给我四处找找，看看是不是藏起来了！给我搜，仔仔细细的搜！主公，现在要动手吗？再观察观察。站住！怎么样？这清风寨人都跑了，一个都没有。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哎，罢了，那帮家伙不走也打不过我。我们寨主的威风，方圆百里谁不知道？寨主威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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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寨主威武。大家听我口令。就是慢慢无忧而起，就心与教师说。